我们家从不接待不速之客，希望你我都保留尊严，请你们马上出去。陆教授，您拿捏的那个教授的派头，就对你学生好使。我们不是你学生，我们都是莽夫。您只需要写了这个悔过书。 表明态度，保证从此不参与工人运动，不鼓励工人武装，今天就能保住性命。可笑！工人运动何国之有？工人武装何罪之有？老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谢。 写还是不写？不写。宰了他！住手！陆教授，你们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 雷老板，这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陆教授乃是雅安大学的名师，你这么着可就真是不敬了。陆教授，刚才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话，我先跟您道歉。程一之，跟他道什么歉？雷老板，我劝你在做事情之前，先确定为宜。程掌柜，你在龙英钱庄放贷收款。 我插过嘴了，因为那是你的分内之事，这是我的分内事儿。你要想知道我怎么办事儿，你也别插嘴。雷老板，陆教授不是普通人。如果要是因为任何的误会，你伤害了陆教授，这个责任不是你我担待得起的。误会？陆教授确实不是普通人。 陆教授，这工人运动章程是你写的不是？是。哦，那替工纠队联络共产党那书信是你写的不是？别说了，都是我写的。哎，承认就好。程掌柜，我们是不会冤枉陆教授的。 上头有令，证据确凿，恕不悔改者，杀！放肆！上头有令，是谁的命令？陆教授乃是银钱两业联合会的顾问，大老爷参会议会也要遵其三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晚上谁敢在这撒野，小心大老爷拿你们试问。程一之，倒要瞧瞧老爷会不会拿我们试问。程掌柜。 在企图寻求宽慰，注定只能是莽夫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怕死，今天要死，站着死。陆教授，一直拿出勇气，正视现实。